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88页，倒数第五行，从这个第二段看起，自然二字一贯全段，乃言摄得其中而自然如是。自然无为者，不应造作，自然安住于无为法中，此真无为。若应造作，则是有为矣。这是解释前面经文贤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有事，自然无为，都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些菩萨们日常生活以及修学，无不是与自然无为相应。跟我们娑婆世界完全不相同。娑婆世界众生无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只要涉及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就是有为。有为就有业，善念、善言、善行，这是善业。感得的果报是三善道，天人修罗。如果念头不善，言语行为不善，那么他感得的是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在这个里面，无不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个事实真相，佛在经论里头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，非常
明白。啊，学佛的同学呢，总要常常把它记在心上。啊，回过头再看看极乐世界，这两个世界可以做一个比较。本经32品到37品，对两个世界的比较啊，说的最多，说的最清楚，真的明白了，清楚了，我们就会有智慧的选择啊。一定是选择极乐世界啊，修行正果啊，我们选择阿弥陀佛为老师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极乐世界一切都是自然无为啊，生活与自然无为相应，学习也跟自然无为相应，所以他的成就那么快啊，没有一点点这个念头啊，去造作去攀缘，没这个念头啊，因缘自然就成就啊，自然提升，自然放下，自然正果。那如果有造作呢？这就是有为了。有为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”应作如是观，啊，那不是真的。虚空，这是比喻，指心如太空，开广无际，力垢无染，不受一尘。啊，我们空中有微尘。空中有染物啊？为什么？虚空也是自性变现的，设法界以内的，没有离开阿赖耶啊。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把阿赖耶的第六识、第七识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那我们今天讲的心全是这个东西。第六的分别，第七的染污。啊，什么时候心如太虚呢？这个虚空不是十法界的虚空啊，十法界的虚空有染污，这是现在科学家都知道啊，但是自信的虚空里头没有染污，为什么？他已经转识成智了。啊，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，摩那识转成平等性智，啊，摩那再不染污了。
第六意识转变成妙观察智，它不分别了。那么前五识眼耳鼻舌身，自自然然转变成成所作之，成就诸佛菩萨之所作。诸佛菩萨所作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上求下化都非有为，那就是与这相应的，上求下化自然无为。这个境界好啊！虚空只是心如太虚，开光无际，力垢无染，不受一尘，自心清净心，确实如是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第一句话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这他见到了。第二句话说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何其用现在的话说，没想到啊。自信本来不生灭。本来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。本自具足，所以真的佛讲的是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。一切法从心相生。那么。化身菩萨，他们一切的想念呢都断掉了。真正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自信本自具足全现前。这妙在这个地方啊！现前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无量的智慧。这个智慧能够正确的明了，没有错误，全宇宙万事万物。全知全能是一般宗教里面对于上帝的赞叹，不是真的。那么在大乘佛教里面，明心见性呢，就是全知全能，是真的。全知全能不是佛菩萨专利的。而是什么呢？一切众生，人人都有份。华严经上佛说得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佛法是平等的。天台大师讲六种佛，就是六界佛，讲得太好了。从理上讲，理上就是从自信上说，从自信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叫理即佛。从理上讲，一点也没说错。那从事上讲呢，就有差别了。事上讲，我们现在呢，
叫名字即佛，有名无实啊。有佛的名字不是真佛，为什么？我们被染污了，我们迷了自性啊，迷了自性，但是自性没有迷，是我们自己迷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真正的你自己是佛，这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现前身跟心都是假的啊，阿赖耶在做主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有名无实啊，我们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好好去修。修是什么？修正啊，修行，修正错误的行为啊，称之为修行。这两个字都搞清楚，那它不是迷信。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想错了，要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。看错了也得把它修正过来，还有说错了做错了啊，肯定的，你看错了想错了，决定你去做错了，做错了的果报啊现出来了，它也有果，就是十法界六道啊。严重的错误就是六道轮回啊，设法界是错误，不太严重，六道轮回严重错误啊。那三途是错误的基础了，就三恶道啊。佛教我们修正的、依照什么标准？绝对的标准是跟自性相应。佛说得好啊，我们自信的智慧的能向好是圆满的。我们今天看法、想法、做法跟他相违背了，造出一个错误的境界，这个错误根本都没有的。所以佛常常用梦来做比喻。梦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六道是个梦，设法界也是个梦。六道跟设法界合起来，六道是梦中之梦。六道醒过来了，还有设法界。设法界再醒过来了，叫真的醒过来了。设法界不见了。永嘉大师说得很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觉悟之后没有了，梦醒了。醒了是什么样子？是一真法界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读的这个经里面景观呢，就是醒过来的样子。醒过来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。密宗里面讲的密严世界，名称不一样，实际是一样。并没有差别。只是方法不一样，门道不一样，方向相同，结果目标相同。明白
这个道理，现在的宗派当中门户之见彼此不能相容，毫无意义，全造了恶业。我们都华严细细去看善财童子五十三藏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每一个人学的法门不一样啊，五十三不代表数字，它是表法的意思，代表无量无边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方向是一致的，目的地是一个，所以不管哪个法门都到了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，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啊，这是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啊。无力就是一法不力，为什么？法法现成，法法都自然无为，不需要你再立一法，你立一法就是头上按头，错了。啊，但看，啊，这些呢，我们都要学习。啊，佛教我们随缘，随缘才能够自然无为，才能够不受一尘，才能够一法不离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。什么都好啊，你行善很好，你作恶也好啊。六道是在讲什么回事情，消业障，你造这些善业，这个地方讲得好啊，一法不离，你怎么要造善业？那善业怎么办呢？要消掉，到三善道消你的善业，造的恶业呢，到三恶道消你的恶业。那换句话说，善恶业都不能造啊，那造了都是麻烦事啊。那佛菩萨造不造？不造啊，但是他也造，他那个造跟不造是画等号的啊？为什么呢？不管造善与不善，他不放在心上，心里头安然无为，他就这叫不造业啊。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知道，他造的是净业，没有善恶，所以他没有地方报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要专心念，这也是在造业。这个造业呢，三善道没有阿弥陀佛，三恶道也没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哪？在极乐世界。所以造这个业，他的果报在极乐世界不一样啊！我们要明了啊，要搞清楚啊！啊，起心动念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一本书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可著，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护照，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。啊，前面我们读的很多了，逐渐逐遍逐渐我们现在明白了正法。什么叫正法？
一门深入叫正法。你看那个正，中国这个正字，上面是一，下面是止，止于一就是正法。我同时学两门三门，不是正法。你已经有偏有邪了，那不容易成就啊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只要你选一门，你一生不改变，叫正法。啊，我选《古兰经》，我一生不改变这个，我能不能成佛？告诉你，到最后的成就，果然成佛。到成佛，大家该怎么？你也来了，哎，他也来了。不同宗教全来了，你说现在宗教打架叫冤不冤枉？他为什么打架？他没懂啊。他如果真正懂了，那佛法真的没有界限的，一门不管是哪一门啊，没有说这个除外那个除外，没有啊，门门都是第一了，门门都是要一门。无论你修业哪门哪一门，你就是一门，一门就得定，定就开智慧，啊，一开智慧之后就平等了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，啊，智慧是本有的，自信里头得能，第一个是讲般若智慧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但是心清净，智慧才生出来，就现出来。心不清净，生的是烦恼。所以，烦恼是变质的智慧，烦恼的体就是智慧。烦恼要不要断？不能断，烦恼断了，智慧断掉了。啊，那断烦呢？断烦恼是比喻，不是真断。转烦恼为菩提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把它转变啊，转变从哪里转？从心上转。心是浮动的，心是急躁的啊，心里头有妄想杂念，这个心生烦恼。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平等的，这个心就生智慧啊，全在此地。那么功夫如何让心定下来，让心静下来，这叫功夫。佛教没有迷信的啊，佛教里面讲佛、讲菩萨、讲阿罗汉，我说的多少年我就讲，跟大家说清楚。这是佛教，佛陀教育，我也要把加两个字进去，免得大家误会。佛不是宗教，佛是教育，佛陀的教育。佛陀教育有三个学位，学位的名称。啊，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三个学位。啊，佛陀教育里也有三个学位，第一个叫佛陀，第二个叫菩萨，第三个叫阿罗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是专利，啊，不是说佛只有他一个，没有，人人都能成佛。啊，好像博士学位。你只好好去读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平等的。那么你本来是佛，你换句话说，你必须得要拿到，你应该拿到，拿到是正常的，拿不到是不正常。那正常的人就是佛，中国人称圣人。
啊，佛教里面三个学位，跟中国人讲圣贤君子，啊，儒家也三个学位，最高的学位圣人，其次的贤人，第三个君子，圣贤君子。啊，跟宗教不一样啊，宗教神至高无上只有一个啊，宗教信徒不能称神啊，不能称上帝 啊，佛门弟子个个都能称佛，个个都能称菩萨，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那不信佛的就不相信自己，这就难了。佛在哪里？自己本来是佛，你看他不相信，啊，所以他就成不了佛。啊，成佛有什么好处？只要说三桩事情，第一个智慧现前。啊，你没有错误的看法，没有错误的思想，这个谁都想要啊！真是智慧。啊，第二个好处，你真正明白了，觉悟了，你不生不灭，这就是无量寿啊！你天天想求，求不到啊！不知道本来无量寿啊。第三个就想的相好庄严啊，我们的生活富裕、自在、快乐。啊，在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，三种都得到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富贵有，但是富贵不乐，很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富贵是有为而得来的，不是无为的了。无为是自信的，性德变现。有为是你求得的啊，所以世间富贵可以求啊。那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你要想发财，生财有大道。这个道是什么？财布施。财布施是因，得财富是果报。越施越多，越多要越施。啊，有为不管怎么样比，比不上无为。无为完全是心得。啊，聪明智慧是果。他的因是法布施啊，好的法，利益一切众生的方法，你知道，要多多教人，越教越聪明，你越有智慧，聪明就从这来的啊。念法呢，念法的时候就越迟。你这一生很聪明，但是念法不肯教别人，教别人也要留一手啊，怕别人超过自己。这种人死了之后来生愚痴，困愚痴很多事，错了啊！如果肯教人，越肯教人就越聪明，
越有智慧。啊，真正想智慧于超人，你就不断去教人，毫无吝啬。啊，第三个，健康长寿是国宝，因是无微不至。啊，三种布施，三种果报。你看，世间人要求的，希望有财富，有聪明智慧，有健康长寿。佛门真正告诉你，这三种果报从哪里来的？啊，命中没有。袁了凡先生命中没有。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把这个当中道理一说明，他明白了。啊，他15岁，孔先生给他算命，算他终身流年，非常准确。啊，20年，每一年。他是读书人，参加考试，名次。啊，国家给他的待遇，丝毫都不差了。啊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想了，真正相信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想也是枉然，空想，别想了，不如不想了。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35岁，遇到云谷禅师，啊，在南京栖霞寺。跟老和尚在禅堂坐了3天3夜，没动一个念头。云谷禅师很惊讶，这人定功不错，普通人3天3夜不知道多少念头，他怎么一个念头都没有？佩服。啊，就向他请教啊。啊，你是怎么修的？怎么修得这么好？啊，了凡很诚实，说我没功夫。那为什么3天3夜不起念头？我命给孔先生算定了，20年一点错误都没有，我起心动念有什么用？不如不起心动念。云谷听到哈哈大笑。你笑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你是圣人，结果你还是个凡夫，标准凡夫。我说他就奇怪了，那难道命还能改？当然能改。为什么？你做善加分，你做恶就减分，天天都有加减乘除。你这个善恶都不做，这不是标准的？一丝毫都没有改变。啊，教他断我修善，你的命就改变了。啊，袁了凡很聪明，听了这个话有道理，回家就真干。啊，就发愿要行3000桩善事。啊，发这个大心。3000桩善事还没做完，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他第3名，他考第1名，就变了，不一样了。啊，越来越相信了，全家断我修行，一生命运全转了。啊，他命中只有秀才，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。
啊，他求考中举人，考中进士。啊，这命里没有的都得到了。啊，命里没有儿子，求儿子。啊，果然生了个儿子。这一个儿子不错，好像生了八九个孙子，家就旺起来了。啊，做官只能做到一个四川很小县份的知县。啊，结果他进士及第之后，啊，做了保底的知县，在北京。保底县是直辖县，不归省管的，归皇上直接管。这么大的一个县，啊，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，延寿21年。他没有钱，没有求长寿，寿命自然延长。那福报累积多了，寿命是到了，福报没享完了。啊，要等他福报享完，他才会走。多活了20年。啊，这就是有为法里头是可以求得的，不是求不得。啊，无为法了，那是自然去做的，不需要求。只要真正做到无为，无为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现得就现前了。淡安，淡者淡泊，安者宁静。诸葛亮一生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呐。啊，心地清净，看东西看得清楚。啊，又淡安，为水流平蛮之貌。啊，池塘水是满的，没有风浪，没有染污。啊，这个水在池子里头清净平等。啊，这也是淡安的相。啊，文献《宋玉赋》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归淡淡而并入。”啊，这就是形容水波相许、相思相许，比喻心理断肠，平满欲平等圆满。啊，相思相许，比喻心力断肠。断肠是两边，是错误的之间，有一些人误会，认为人死了，来生还是人。啊，狗死了，来生还是狗。生生世世都不变，这叫常见。这个看法是错误的。那么另一种呢？错误呢是断见。现在很多人错在这里，认为人只有一世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所以他什么都敢做，认为没有来世。他一旦要知道人真有来世，他就害怕了。
啊，人确实有来世，一点都不假。这一世时间短了，来世时间长了，啊，三恶道决定不能干了。为什么？时间长太苦了。啊，出生道，比如说现在他死了以后，他投胎，他变成一只鸡了，啊，鸡的寿命不长，现在养的鸡寿命大概只有3个月，他就被人杀了，啊，杀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他在还是鸡，又投胎做鸡，总要做几十次、几百次，他才能出来。啊，出生道都是这样的。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跟我讲个故事，当年奇树结果多远。佛在那里住了几年，那个地方有建筑有工程，看到一窝蚂蚁，那么佛的学生里面有不少都是真阿罗汉的，阿罗汉用天眼看，用须弥通来观察，不知道这个蚂蚁在这个窝里头投胎多少次，没办法知道。佛告诉大家，这一窝的蚂蚁从投胎堕成蚂蚁到现在，已经经过7尊佛，现在还是蚂蚁。阿罗汉没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，阿罗汉只能看500世啊，7尊佛出世，那1尊佛就算3个阿僧祇劫吧，3期21个阿僧祇劫，阿罗汉没这个神通啊。为什么呢？愚痴，他就认为那是他自己身体，他就不想改变一个身体。佛指出这个说明，三恶道进去容易，出来很难。什么时候你觉悟了？讨厌这个身，不要这个身，想换个身就行，他就出来了。人决定不能没有善意，能够到人道来投胎，前世一定有五戒十善，修得不错。没有五戒十善，决定来不了人道。天道一定要上品十善，人道是中品，修罗是下品。佛跟我们讲真话了，他不会骗人的，骗人的人必有企图。佛对我们有什么企图？没有啊。所有企图总是想从别人那得些利益。我们不管做多少好事，跟佛比差远了，他不需要我们。那么另外一个骗人，没有企图，那他神经不正常。
神经不正常，讲这么多经典，讲得很有道理，不像不正常啊，怎能不相信吗？不相信是自己真的没有福报啊，自己没有遇到缘，缘实在是太重要了。那小孩小时候跟着父母，啊，父母乡下人，不认识字，啊，但是心地很善良，啊，初一十五，逢年过节都要到庙里去烧香。祈福啊，要上城隍庙烧香啊，孩子跟着去啊，对于佛教道教了有一点印象，但是稍微大了，上学校去念书了，听老师的教训，宗教是迷信，我们就信以为真，宗教是迷信啊，一生呢，对宗教冷漠，啊，绝对没有心去碰它。那么学佛这些宗教的人，也没有办法把宗教讲出来，讲个道理让我们听听，没有，从来没听到。这个月好像是严重的危机，这么好的东西当面错过了，那我这个月到台湾一心一意想学哲学，遇到一个老师方东伟先生，啊，我跟他认识，只晓得他是同乡。啊，试试看吧。写一封信给他，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。啊，目的呢，想到学校去听他的课。啊，上学，我那时就没有能力了，一个人在台湾。举目无亲，要靠自己工作养活自己。啊，这生活很清苦啊。啊，在政府机关当一个小职员。啊，希望能到学校旁听他的课，我们就很满意了。啊，老师，一个星期，我收到他一封回信，约我到他家见面。啊，见面之后问了我很多话。啊，过去。家庭、学校，啊，抗战期间那个艰苦他知道。啊，抗战期间是学四年的。啊，问我的学历，我初中毕业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骗我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不敢骗老师。”啊，他说：“你写的信。”写的文章，我们台大学生写不出来。啊，他从这怀疑。啊，我说虽然是学多年，没有离开书本，喜欢读书。啊，谈到最后，老师就告诉我，就是现在的学校，62年前
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呢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到这个话，这老师完全拒绝了，感到非常失望，当然表情就很沮丧，大概过了六七分钟，老师告诉我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小时课。我们就这么约定，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2个小时，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不是在学校学的。最后一个单元，佛经哲学，我非常讶异，因为佛教是宗教。多神教，多神教就意味着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佛教什么都拜，多神教，他怎么会有这样？老师告诉我，说你年轻的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他这样介绍给我：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个单元里头重新认识了佛教。老师告诉我，佛经哲学不在寺庙，我说在哪里？在经典。这个话非常重要。他要不说清楚，我到寺庙找这些法师去聊天，我会感到老师骗我。他说200年前，这寺院里的出家人都是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，所以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他们不学了。那你直接的要从经典里面切入。所以我就开始逛寺庙，逛寺庙干什么？找经典。去读经典。老师介绍的。必须要读的，得去抄。那个时候，台湾书店里面买不到佛经，没有流通的。全台湾印佛经的就2家：台南有个庆芳书局，台中有个瑞成书局，印的量很少，种类也很少，大概不超过20种。你说佛经量那么大，我们想学习的都找不到，都是一般寺庙里的经忏，佛寺用的，这个可以找到，所以必须要到寺庙找时间去抄经。学得很辛苦但是越学越有兴趣。学了7年，我出家了。出家就教学，就教佛学院，就在外面讲经。去看老师，方老师。方老师一看到我，你真干了！我说真干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怎么能不干？他第一个赞成，
你完全做对了。啊，那个时候，我一些同学、朋友、长官都说我迷了，迷信，怎么会年轻人迷信到这种程度？好像不可救药了。只有方老师一个人赞成。啊，到了晚年，我那些老朋友们，他们退休了，退休以后看到我，佩服了，你的路走对了。啊，断见、常见都是错误的。啊，平满是比喻平等。圆满，无欲越者，越是欲望。啊，大乘一章里面说：“染爱成见啊，名之为欲。染是染物，你想得到它，你想控制它，你想支配它。”这都叫染。啊，爱，这个爱是情爱。啊，尘，无欲又尘。这个尘是指色相未触法。色身香味触法，这叫六尘，六根对地，眼对色，耳对音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触，意对知，都会让你产生欲望。啊，你想拥有。啊，这就是欲望生了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他是王子，他要不出家继承王位，他是国王。啊，19岁离开家庭，舍弃了方王位，也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啊，出去学道。佛家讲参学，过苦行僧的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坚持到最后，啊，他79岁圆寂的，一生不改。真放下了，名闻利养放下了，七情五欲放下了，他教我们放下，他先做到。他要不做到，没人相信。啊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经上我们看到的长随弟子1525个人。啊，这些人呢，都是跟他学习的，跟佛过同样的生活。啊，1255人。啊，这是常随众，佛到哪里，跟到佛不离开的，一生过游牧生活。居无定所，真正的大自在啊！给学生们定的规矩：树下一宿。啊，这个树也许长得很好，树也很大，啊，想多在这住几天，不可以，一晚上。
啊，明天不可以在这再住，一定要换地方。这是没有留恋。啊，真正叫万缘放下了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真正恢复到心地的清净平等就，他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下面引居士论说的，欲为希求所作是也。啊，希望。我能做事做好，把事业做好，这都是欲望。据此在经中学诸爱诸，着实知足，于亦无希求，不希求想等，均无余。啊，这都是说离开一切的爱欲，啊，学诸爱诸，你所喜欢的。你所执着的啊，亦无希求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希求这个念头，也没有不希求，希求是错误，不希求也是错误啊，不希求还是在希求，希求不希求都错了啊，必须希求不希求统统放下，这才叫无欲。此上三句，行实际离地不受一尘。那上面讲的这三句，经文里头所说，实际离地，实际离地是真心，是真理，是自信。啊，自信真心里头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啊，但万恨门中啊不邪一法，故续云做得善愿尽心求速，这些经文正贤四离无碍圆融自在的妙意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遇到众生有困难，我要不要去帮助他？要。啊，众生有苦难，帮助他解决。不但帮助他离开苦难，而且帮助他得到幸福，回归自信，这就是有为了。那有为是不是有造作有因果了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一切作为他没有放在心上。啊，事做，做完之后心地干净，就像没做一样。如果做的好事，把好事放在心上，就好报，果报就有。所以，无论行善行恶，统统不着想，这叫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而无为，这妙了。真正觉悟的人是这样啊！啊，他做一桩事情利益众生，没有成功失败这个念头，事情做成了，众生有福，他们有福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没做成功，他们没福，与我也不相干。啊，总是全心全力在做。不是看到不闻不问不理会，那可不可以，那与心得不相应，那慈悲何在啊？自信第一德
就是爱。啊，这个爱不是我们凡夫的爱，凡夫爱的都有情，有妄念，有欲望。啊，自性里面爱的时候，决定不掺杂这些东西。啊，所以佛教不叫爱，叫慈悲。啊，慈悲就是爱。啊，慈悲里面呢是充满了智慧，爱世间人爱里头充满了情欲。啊，所以佛家的这个慈悲，给宗教里头讲神之爱、上帝之爱、圣人之爱是相同的，是真爱。啊，《弟子规》里头说，凡是人皆须爱，要用真心的爱，不能用妄心。那妄心的爱里面就有很多纠缠在里头。啊，有许多问题在里面，那就不善，那就造业。啊，爱会变成怨恨，会变成仇敌，会变成灾难。啊，这是佛不许可的。啊，所以菩萨，他用中道，啊，用真心，用正法，啊，这个爱叫慈悲，悲是拔苦，慈是娱乐。佛教教学的总方向、总目标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这是佛教教育的终极目标啊！那么要帮助他离苦。苦的根源是六道轮回，他也能脱离六道轮回，啊，离究竟苦，真离苦了。啊，得乐呢，要帮助他，至少要证得菩萨的果位，才是真乐。啊，阿罗汉离苦得乐不究竟，没有圆满，要帮助他成菩萨。成佛，那得究竟乐，离究竟苦。啊，自己心里有没有念头呢？没有，自己心地清净、平等，一尘不染。那为什么帮助你成佛了？我对你问，你本来是佛。我帮助你，你不鞠躬啊！本来是佛嘛，这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自己成就的。你自己放下嘛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佛家佛跟凡夫的差别，凡夫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那佛呢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佛。所以放下便是啊，我们跟佛是一不是二了。有这三样东西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叫凡夫。三样没有就叫佛啊，三样有一样，两样没有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人是菩萨。啊，三样有两样，还有一样没有。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阿罗汉。啊，三样通通都有，凡夫，六道凡夫。那六道凡夫对于
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有轻重，有染净，有善恶，这就很复杂了，这就变成六道。六道就这么来的。所以一个人对一切人事，对一切万法执着没有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那你生活在什么境界呢？在四圣法界。你看到的，你接触到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。你把它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啊，它跟宗教、跟迷信挂不了钩啊，完全不相干的。于是我们在真正了解佛法产生一个大误会，我出家剃头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吧，我就向中国佛教会提了一篇建议，证明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呐。中国古人喜欢简单，不喜欢麻烦，称为佛教。现在佛教被人误会，加两个字进去，佛陀教育。名正言顺的佛陀教育。好像这个建议他们是讨论的，到以后不了了之就算了。我在台湾有个居士，建筑师。那个时候他盖了一栋大楼，八层。他送一层给我，我选了第三层。我以为是说着玩笑的，结果盖好之后，那是我在美国，回来的时候他在飞机上接我。把所有权状真的送给了我，我说你是真的，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，真供养法师。我说你是不是存心害我？他不是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说绝对没有，这大楼要不要开销？他说要，当然要。一个月多少钱？说一个月6万。我说我到哪里去找6万块钱？你不是害我？他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说除非你每个月拿6万来，我就答应。你要叫我去跟人华云要钱，我说我临死饿死我也不干这个事。以后他就答应每个月送6万，送了3年。3年我这个道场有收入了，可以够开销了。我说你不要再送所以语言随缘要自在啊，随缘里头有苦不能干的，那是人害你啊。我这一生就这一个道场，没有第二个道场。为什么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啊？送我道场还得管开销啊，要不然我不上当。那么最近也许同学晓得，我在斯里兰卡建议，诸位要晓得不是我建的，我要见到了年轻时候该干，87岁还干这个事情啊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去年11月我访问斯里兰卡，跟总统谈得很有缘分。
啊，我向他建议，我们应该建一个佛教大学，培养全世界佛教的红护人才。啊，他听了非常欢喜，他说就在我斯里兰卡做。啊，我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还需要建一个宗教大学。啊，我希望全世界的宗教能团结起来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因为它本来是教育。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。啊，摩西是的，耶稣也是的，穆罕默德也是的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回归教育，不回归教育，对社会没有正面的贡献。啊，希望宗教互相学习，不会再发生宗教、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误会、矛盾。啊，甚至于冲突，啊，不能发生这些事情。宗教要团结，要好好的带动信徒，化解所有冲突，啊，带动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。啊，总统听得非常欢喜，所以我们就想在这个地方建两个大学，啊，我哪有能力呢？我只是说说。啊，有许多热心想做好事的人，你们出钱出力，把这个学校盖好。盖好之后，有很多人要请我做校长，我说我不找事情，我怕事情。啊，我校长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那谁呀？总统的代理。啊，我说我答应一桩事情，学校改好之后，我做教授开一门课，胡亮书记，我的教胡亮书记就这一门课，其他的我边都不沾。我们是为正法，为全世界，不是为我个人。啊，为我个人，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，很快乐。啊，学佛之后，方先生说的话，我把它证明了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这一生过的是最高享受啊！啊，到处流浪，因为老师到处流浪，释迦牟尼佛，我完全跟他学。啊，一生没有道场。啊，台北这个道场建成之后，到现在30多年了。啊，那个董事长还挂我的名，辞了十几次了，我根本都不去了。啊，问他为什么要挂我的名？挂名有人捐钱，我给他们约定了。啊，佛陀教育基金会人捐钱的这个数字，银行存款，啊，我们做的一桩事情就是引进学印光法师。引进布施对全世界，啊，这是我支出，收入支出现金。我什么时候要问？什么时候你能说得清楚？一点都不含糊。所以台湾会计师称赞我们基金会财务台湾第一，清白之家。啊，一点错误都没有。我说，这要把它做好。这是你们的功德啊！有一点差错，那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
大功重振，印经的钱就是印经。啊，生活没有钱，另外再找办法想办法。啊，有一年过年我在台湾，过年的时候真遇到困难。啊，当时这总干事来找我，我们有员工，员工有工资。啊，没有工资他不能长久，他心不能安定，又有工资有福利，印金的钱很多，能不能在印金钱拨一部分出来作为道场经费，说不可以，这是犯戒的。啊，最后我就说了，我私人银行有个账户，人家供养我的，啊，我都放在那边。那存折我交给他。那个时候，警美还有个图书馆，是我讲经的地方，两个道场。我说，你们把它提出来，两面分，这两关过去了。一定要做得如法了，你才会身心安稳，才会快乐自在啊。啊，那么做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好事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。这两个学校，马来西亚的汉学院跟斯里兰卡的大学，大学那个地方现在有160多个教授，很多教授都喜欢到这来教，好事情。那么在我想象当中，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大概还是遵守西方的，佛门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旧的概念跟方法，没人想到啊，旧概念、旧方法。会出圣贤，为什么呢？目标是求智慧，不是求知识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把它带动起来。所以，学校建好之后，我只答应教一年书，教5、2手经。啊，我带5个学生。多了我照顾不过来，顶多只能照顾5个人。啊，我们是用老方法，老的理念来试试看。如果试验成功了，可以让其他的教授啊做参考。那老的方法确实比西方的方法了好。啊，学习会很快乐，会很轻松，没有压力。啊，但是要真精进。啊，很单纯，一门深入，要佛经专门研究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研究通了，
明白了，净土的无尽一论全通，本宗的通，本宗通了之后，没有修过其他宗派经典也会通的，也没问题。啊，一点一滴的来做，慢慢扩大影响。在汉学院做，因为汉学院都是自己同胞，好商量。我们十年不招生，就没有教授，也没有学生，我们找研究员。啊，我们的名额是200个，希望有200个研究员在这做研究工作，就是一门深入。啊。只要他的原来的典籍65种啊，那么这就是65门功课，每个人专攻一门啊，基本的佛家是戒律跟文字学汉字啊，所以我们会开说文解字啊，开这些文字学，开这个课啊，开戒律课程啊，戒律是学佛必须要学习的啊，儒家的理啊，佛法的解，要设立一个律学院啊，世界上传佛法的3个语系，不传的汉语系，包括日本、韩国、蒙古，啊，汉语系的。其次的西藏的是藏语系，啊，第三个南传的巴利语系，以巴利文为主，啊。所以文字3种都要学啊，要学这3种文字啊，这样将来对于全世界的佛教都有帮助啊，欢迎佛门弟子啊都能到这个地方去学习啊。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之国啊，从总统到人民，几乎都落实3皈5戒10善8观斋戒。啊，基本佛经的这些道理，一般人都懂得。啊，全国人口不多，只有2000万人，土地面积。大概福建省一半大，啊，2个台湾，啊，寺庙有1万多所，啊，每一个寺庙，我没有去调查，我概略的估计吧，平均每个寺庙算6、7个人吧，那么他也有，有。将近8万人的样子，出家人有这么多。这里面的时候，一大半都能讲经教学，所以斯里兰卡的人民普遍受到佛陀教育，讲经的人太多了。而且国家规定的星期天、星期假日，上午8点到12点，是全国这个佛教教学的时间啊，所有的人只要有空闲的都应该到附近寺庙接受佛陀教育啊，全国的啊，是星期天到寺庙，你就看寺庙满满的，到处都是人啊，都在那里听经，都在那里讲学啊，
一个小圈圈，一个小圈圈，席地而坐。啊，走廊上、殿堂上，啊，在院子里面，统统都是，非常难得。啊，学了之后，你走出教室，你能看到，好处在这里。啊，我们希望佛教有成就，也能带动其他宗教，我们也帮助他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宗教大学。啊，我们在经教里的学了学以致用，啊，虽然非常热心放得下，啊，我们学校建成赠送给政府，啊，送给斯里兰卡政府。他们政府对宗教有两个部，一个是宗教部，宗教部属于总理，啊，属于总理管的，啊，另外还有个佛教部，有全国人民75%以上佛教徒，所以他有个佛教部，佛教部归总统管。是总统府下面的一个部，部长是总统兼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学校建好，就是赠送给国家，啊，就是属于国家的，不属于任何人，啊，里面一定完全听国家去安排。这个国家是宗教之国，啊，全民都在学佛，啊，他一定有慈悲心，有智慧，把他安排的很妥善。对于全世界佛教做出最大的贡献。啊，那么还有两个活动中心都送过国家。活动中心是用酒店的方式建造的，啊，就办活动用。啊，全世界的宗教活动、宗教团结都在这个地方。啊，酒店有住的地方，有会堂，有教室，啊，建筑在风景非常优美的环境里，啊，到那个地方去参加一次论坛、讲座，啊，短的时间7天，长的时间半个月、1个月，啊，一个活动一个活动派的，一年到头没有空隙。让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有一个活动中心。那么这两个中心也是建好之后送给政府，由政府来管理。啊，那我们同学们对这桩事情出钱出力，啊，我们全心全力来支持他，啊，这是一桩好事。我们行好事的人要三轮提供，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也把这个事情啊，请阿弥陀佛来护持，啊，一定会让我们满意，啊，会建得很成功。
经上这些话啊，做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真心离思无碍啊，离清净无为啊，思是有为，有为跟无为同时没有障碍，圆融自在的妙意。如德尊普贤品里面说，会中诸大菩萨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那么这叫三三昧。在我们参考资料第三页当中啊，有空无相无愿三三昧，这一条就是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愿三昧。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定啊，正定。空三昧是观察世间的一切法都是缘生的，因缘生法，也就是也都是虚妄不实啊，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。缘散掉了，缘聚的时候有，缘散了，相就不存在了啊，我们建造的房子是中原合伙啊，里面有钢筋，有水泥，有砖头啊，有这许许多多建筑材料，还得要人工啊，按照图纸把它建立起来，中原合伙啊，原散掉了，房子就不存在了啊，所以这都不是永恒的。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。我们自己身体也是中原合伙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体细胞组成的。啊，多少细胞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身体大概有60兆的细胞，60兆啊，而且细胞的形状不一样，有圆形的，有菱形的，有三角形的啊，组成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啊，是不相同的细胞啊，都是细胞。那么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细胞有寿命啊，最长的寿命是脑神经细胞啊，一个人身体里面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寿命大概是130年到150年最长的啊，也有细胞呢只有几天的啊，寿命几天，多半呢大概都是几个月到2-3年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人身体有细胞，佛是讲周期，千年是一个周期，这是千年，所有细胞旧的都死亡了，都是新细胞来代替。啊，那科学家讲得更清楚，每一天新陈代谢，啊，每一天有多少细胞，老的细胞死亡，
多少新的细胞来补充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有7000亿，单位是亿。啊，整个身体是60兆，啊，每一天新陈代谢有70亿的细胞，你说这身体怎么生活呢？啊，这个生灭了，一天就有700亿的细胞生灭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啊，所以。万法皆空，这叫空三昧。对于一切法都不要执着，它是假象。第二个，无相三昧，是观察世间一切形象都是虚妄假有。啊，前面是从体上观空的，原生看到的空。根本就没有，遇到缘它就现形，没有缘它不存在，找不到它。啊，相呢是现象，也就是物质现象，也包括精神现象。啊，观察世间所有一切现象，科学家分为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啊，这三大类统统都包括了。这些现象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其中物质现象，佛经上讲的很多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类的话是多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都是念头。所以教育的宗旨没有别的，帮助一切众生端正念头而已。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疾病是念头不正。啊，地球上这些灾变也是念头不正。如果念头端正，不会有这些事情。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每一个人念头都正，他为什么那么正？阿弥陀佛教的啊，阿弥陀佛教学没有中断啊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设防一切诸佛都愿意教他们啊，修学环境，极乐世界是达到圆满殊胜。阿弥陀佛好比是校长，设防一切诸佛都是教授，啊，都担任课程，所以你想学什么，都由佛来教你，最好的老师。啊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啊，物质现象，今天科学家把它搞清楚了，这是宇宙的奥秘，揭穿了，念头生的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无愿三昧，又名无作三昧，即。观一切法幻有，而无缘有。啊，无缘三昧呀，是真正消灭我们的所有的妄念。为什么？
一切法是幻有，是假有，不是真有。像我们看电视，电视上所有一切画面啊，我们看得也很欢喜，没有一个人想占有它。为什么？占有不到啊，频道一关全没有了。那我们用什么心态面对这现实环境？要用看电视的心态，你可以欣赏它，你不能占有它，你不能控制它啊，你也不必想着我怎样去支配它，不需要，一切随顺自然啊，他欢喜我们也欢喜，他悲伤我们也很同情啊，这就是所谓真正客观来处理一万事万法啊，决定不要有主观观念，我想怎样怎样，那错了啊，因缘非常复杂，不是单纯的我们再往下面看，但诸菩萨行功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正于此处啊，无为无念无语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速，圆融一位。这一句说的非常好。本心第二品，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，佛法在中国是以中国是大乘，大乘以四大菩萨代表叫表法啊，第一个是地藏，地是代表大地，大地能生万法啊，地里面含藏无尽的宝藏，用它来代表心啊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自信啊，就好像大地一样，它能生能现整个宇宙的万有啊，好像大地能生一样。那么大地又表修学的根本，我们现在迷了，要回归自信，要从哪里学习？从什么要开始？从心地啊，心地里面一个是孝，一个是敬，孝亲尊师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本出生的，所以地藏经是佛门的孝亲啊，地藏叫孝，叫孝亲，叫尊师啊，由孝亲尊师这种德行在上人提升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，救苦救难大慈大悲需要智慧，文殊代表圆满的智慧啊，有智慧就不会有过失，不会有错误啊，
普贤代表实践，要落实啊，要把孝亲尊师慈悲智慧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到一切众生之中，这是大乘啊。普贤代表落实，不落实全就落空了啊，要变成我们生活，变成工作，变成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